为了办会考，不是会题，竟然将推出关怀上级的活动。排队的民众有来自全台各地，毛民众前一天按时就开始排队。活动九点半开始，在十点半左右已经募到300多的会，为会考大补会。晋南宫今年第一波关怀汕头镇政府以及破零的活动，13号举办。现场一透早就吸引真侪民众排队来关怀。我高雄来嘞，啊排偌久？哦，排我四点起床，五点出发，哦来到这七点外。专工为这靠？对，可以从宜兰过来，对。几点？早上5点。然后就是想要拿到这个。对，因为今天好像是。今年第一场送那个套装套币，对。因为疫情解封，真侪民众出游。台中关怀中心表示，点点的关怀站目前的数量大大来减少。这届透过活动，因为会考大补会，预计目前的数量因比平常时增加2倍以上。你抽500cc， 我们就送你一个套币；啊，抽250cc， 就送一个这个项链，也就在关怀。哦，关250cc， 我就送你一个这个项链，哦，当纪念品更有意义。因为你用你自己的鲜血哈啊来救人啊，这个指南宫土地公土地婆哈就赏赐你一个这个项链。这一次啊哈送的纪念品啊哈不是平常的金银钱母，是兔年的项链组跟套币，所以这个要获得很困难。那指南宫也不吝啬的就把它拿出来，愿意送给捐血人，所以的人潮已经比平常的一般多出了2倍之多。那当然一早从早上我知道的是最早6点排，但是那个捐血人他是8点，昨天晚上8点就已经来到了指南宫。那今天我们的目标量也是1000袋。还有人要水的吗？还要丢垃圾的？13号的关怀活动是透早9点半到下晡3点，在透早10点外左右，已经募集差不多350袋会。李民众在提到钱包了后，拢讲真欢喜。当然特别开心，这里可以做公益，也可以当做老婆和妈妈的母亲节礼物。台中关怀中心表示，目前台中地区每间拢需要使用到差不多1800单位的血量，而即卖 A 型甲 O 型的血也真欠缺，希望大家会用多多来关怀做公益。在晋南宫后一波关怀送钱的活动，民众也可以上晋南宫的网站来做查询。记者刘伟林采访报道。